标准体重二啦哦，其实它也是一的第一个按钮的改良。那改良哪些地方哦？各位可以看到，如果你当然这个是算是锦上添花哦。如果你没做，其实也当然不影响。不过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让程式更简化。比如说你会发现哦，这边哈、哦，这边的程式你会发现这一段哦，跟这一段呢其实长得是一模一样。那当然你这样来了，不过如果刚开始哦，其实说真的你不改。对程式没有影响，可是如果重复的地方太多的话，建议通常是怎么样？建一个变数，先去接这里面的东西，将来这两个地方的东西啊，再用那个变数来什么来取代就好了。不然的话，程式看起来哈、哦，会有很多地方怎么都一模一样。OK， 这个怎么讲？因为你写久了哈、哦，不过刚开始可能没那个感觉啦。你如果写久了，你就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哈、哦、不太 OK， 所以通常要怎么做呢？通常可能就是这样的哈，也许你就是这边再先建一个 X 好了，先把它接起来哈，比如重复的地方加一个 X， 那这个 X 是一个变数啦，因为 VBA 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不宣告 ，OK， 除了阵列之外，通通可以不需要宣告，好，那它什么时候会定义它的资料形态呢？就是你丢给它什么，它就让它，那它就丢给它一个是数字。它就变数字了。如果你丢一个那个字串给它啊，它就是一个字串。当然，这个我觉得是很方便了。不过它有一些缺点哈、哦。如果你处理一些资料比较大量，可能还是要先定义好它的那个资料形态。那你说老师，那我不宣告可以？那我可不可以宣告啊？像 JavaScript 是完全不能宣告，但是哈、哦、VBA 不像 Java， 你如果要宣告可不可以？可以啊。如果我定哦。哦，假设我这边哦，它也可以像 V 以前的那个，那个 VB 一样哦，定怎么一个 X， 后面你就 S 就 S 什么 ，S 是这个变数，哎，你将来要放什么样的资料形态，你也可以指定啦。哦啊，如果你指定的话，你就不能改了，你不能说我给它一个字串，然后呢，我将来丢一个数字给它，不行，你丢数字它还是接受，但是它会帮你转成什么，转成字串。OK，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我们丢过来的东西应该是计算结果，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个数字吧，哈、哦。所以你也许你可以用 double 来接哈，也可能有小数点。所以一般的话呢，哈、哦，如果有小数点的话，通常用 double。OK 哈、哦，那你宣告可以也可以啦、啊，但是你不宣告可以也可以哦，哦，所以两用哦。那这边的话呢，稍微跟各位说明一下。不过习惯上哈、哦，前面也许哈、哦。比较简单的程式，通常我就不宣告了，越简单越好了啊，因为怕有些时候写太多哈，有些同学还本来没问题都变有问题，你会发现很多书里面就一直宣告，光宣告就宣告十几二十个，像有的时候我基本上那程式那么简单，干嘛宣告？直接跑就好啦，对不对？又不是说我今天是非常复杂的运算，所以基本上哈，所以。你在工作里面其实也非常少有用到 VBA， 其实也不会说复杂到什么程度啦，所以基本上不宣告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我们如果建一个 X 等于什么东西呢？哎，你就打一个 X 等于，对不对？那接下来你就用这个，它会有产生错误啦，不用没关系，你就把这个复制过去。那复制我习惯用拖拉加上 Ctrl 键，意思就是说把这一个部分的程式复制到这边，那将来就这个东西先给它 X， 那原来的东西呢就用什么 X 来取代。哎，有没有发现程式有没有比较应该有简洁一点点的、啊、哈、哦？不过好像差异一点点哦，一点点 OK。不过呢，未来哈、哦、你可能会遇到很多这种一点点哦，因为你差一点点就差很多啦。如果很多一直都出现。那你如果不用一个 X 来接哈，你会发现哇，底下怎么都一样的东西哈，所以这个观念哦 ，OK， 给各位哈。那再来的话呢哈，第一个我们的Sub 程序两段就完成了。那将来当然你自己再加上按钮了，插入这个记得用表单控制项哦，然后呢应该会啦，把它拉一下，那这边拉一个，然后去抓这个标准体重，那把它复制一下啊，复制四个字呢，就把它贴上就可以了。复制主要是少打四个字的哈，拉一下它就执行了。那其他做法都一样，哦 ，OK， 那清除。再来的话呢，制定函数，哎，如何制定函数？其实未来你慢慢要逻辑清楚啦，反正多去练习，
以后的话呢，你只要曾经做过的这些东西，全部呢，哎，都通通可以把它变成自定函数的话，哎，那我想哦，你大概 VBA 这个部分的功力应该就够了，哦，啊，接下来你要再往上哈，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应用才有可能。OK， 这两个都是最基本的哦，如果这两个你都搞不清楚，做不出来，更不要说后面的东西。好，哦，所以特别重要。所以有空的话了哈，你去想想看你工作里面呢有没有很多类似原来长这样的一个公式逻辑，你都应该知道啦，你其实你自己打得出来，你逻辑都知道，可是你要怎么样把这样的逻辑转成 VBA 的逻辑，如果可以的话，哎，那你工作很多这些东西哈，通通可以变成 VBA 了。那如果你通通都可以变 VBA， 初步是比较简单的，慢慢哎，你会发现你可以做的越来越复杂，那越来越复杂，你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以后真的可以做到按个按钮，一键完成所有报表 ，OK， 那这样你工作就轻松了，对不对？可不可能？绝对有可能，因为现在职场上就很多人就是这样在做事情的 ，OK， 应该各位也越来越感觉到这种人越来越多了，好，那你是不是呢？应该会来学这个，应该目前应该不是啦，未来有没有可能是呢？我建议是各位可以把这个目标哈先定出来啦，因为如果你有这个专长的话，那真的很多事情很快就可以解决了哦，效率对你来说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哈。OK， 好，那如何制定呢？首先第一个啦，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第一个呢，我要怎么样去做定义一个那个自定函数哈，哦？那第一个当然我们刚好看过了，参数函数这边要出现这个标准体重函数，那它会跟我要两个东西，身高跟性别。所以呢，我的做法第一个哈，当然我们按部就班，第一个的话呢哈，我们直接来这边看一下，这个是已经写好了，我把这个先删掉好了，我们做这个，这个先删，但是这个是就是基本的，没有性别的哈，如果没有性别的话呢，那当然第一个你就插入一个什么，插入一个，记得程序哦，程序记得一定要是 function。那名称的话，我的习惯了，就是干脆叫标准体重加一个函数了，好 ，OK， 按个确定。确定之后的话呢，当然你取得它的身高，那它给你身高之后呢，你要 return 前面的那个我们的 return 回去是 return 到居栏的哪一列？可是这边的 return 哦，是返还到你现在储存格所在的位置，但储存格所在的位置基本上哈，它会先丢给这个函数，暂时存在函数，再丢给那个储存格。所以基本上哦，记得哦，你将来在撰写程式的时候，你就这样，先把你的函数名称一先定出来，二跟使用者要什么，第二部分，第三呢，返还给标准体重什么东西？哎，那返还给他什么呢？所以记得哦，这边比较简单是，如果没有分性别的话。返还给啊，记得哦，一定这两个名称一定要一模一样，等于什么呢？就是这个公式，返还给这个哦 ，OK， 身高，那谁给我身高？哎，就是刚刚使用者有给我身高，所以我把这个身高拿来用，然后呢，它的平方一样是sub 加6哈，这个符号平方乘上22除以10000。那，啊，其实这边空白哈，其实你不打也没关系，它会自动帮你空下来。好，有没有？你会发现我刚刚都没有打空白，有没有？它会自己帮你空下来。OK，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已经写好了。也就是说呢，哈，那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我们来试一下插入函数。有标准体重函数，标准体重函数没有区分性别，给它身高，它会 return 给我什么？这个东西哦，有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函数接到了，接到之后呢，也会帮你怎么样把这个结果哈，丢到你现在储存格所在的位置啦。有点像互动啊，有点像好像啊打球一样，我丢给你啊，你再传回来给我。OK 哈，好，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呢，答案就啊，不过我这边设个中断点，目前里面标准体重函数啊，它也可以存放暂存什么资料，那现在没有，所以啊，你会发现执行，它就帮我把这个的结果。暂时存放在这边，然后再丢回去那个储存格里面。好，
那这个是没有身高，有身高但没有性别。可是下面这个标准体重函数二是有身高跟性别，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撰写比较快哦？其实哈、哦，如果上面已经写过的哈、哦，其实干脆你就拿上面写的来改一下，其实也可以啦。哦，干脆拿这上面来改好了。那特别注意，如果你拿 sub 来改哈、哦、，fullness 不用，因为我们不需要跑一个重复，只是要 return 一个储存格的结果而已。所以呢，你就把中间这一块复制一下，贴到哪里呢？贴到中间，然后呢，把它倒车 shift tab 哈、哦，缩排一下哈、哦。而我的习惯是一定要缩排啦，而且最好是加注解，哦，这个是好养成好习惯，以后你程式就比较不容易出错哈、哦。好，那这个地方呢，当然哈、哦，其实只要改哪些，改那个 sales 部分 ，sales C 值是什么呢？其实你稍微看一下就知道 ，sales C 升高，所以你就把这个什么 sales C 用升高来取代 ，sales E 性别，所以你性别有没有用那个有没有这个啊、哦、性别来取代，然后呢 ，sales G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函数本身，因为我要返还给自己本身。好，程式写完了，应该懂我在做什么了哈。OK， 反正就是一个转换啊，只是差别啦，所以这个地方也顺便了解一下 sub 跟 function 有什么差别。好 ，sub 基本上是重复嘛，主动去上面抓储存格里面的值来判断。那 function 是你问使用者，你要给我两个数字，一个是你的身高，一个是你的性别。好啊，最后我把结果返还到指定的储存格，所以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基本上这样就做完了。来插入这个，然后身高，好、哦，性别两个嘛，return 回来 ，OK， 向下填满，没问题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了哈、哦。然后最后当然你也可以怎么用 sub 去呼叫 function， 这个好像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哦。那所以很简单，按下去有没有？这个地方是用 sub 去呼叫。function， 那这个是按下它，这个 sub 叫标准体重，后面叫呼叫函数。那前面讲过了，回圈也是在的，差别是什么呢？返还的这个地方是呼叫什么？标准体重函数二，但是呢，你要给两个资料，所以特别注意哦，这个前刮弧啊，你变成身高，你要去给它的是 sales， 哦，体重也性别也是那个 sales， 所以从这上面去抓，那。它会等于是 sub 再去呼叫这个 function， 那当然哈、哦，这个 function 哦，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可以用，也不是只有 sub 可以用哦，未来在表单里面哦也可以用，所以 function 哦基本上就有点像是，反正你写完之后哦，你丢给他资料，他 return 一个结果给你就对了哈、哦、，OK 好，所以这里的话呢，请各位试一下哦，有关 function 的部分哦，那最后的那个。程式哈、哦，在云端上也有哦，一模一样嘛，反正一样的东西。那主要你要去把这个东西要熟悉啦。最重要就是你有一个公式是 Excel 的公式，你要怎么样可以转成 VBA？ 哦，按、啊、你说VBA sub 跟 function 哪一个重要？其实我觉得都重要啦，你将来你不能说只会一种嘛，哈、哦、，OK， 所以。反正你需要用按钮的时候就按按钮嘛哈、啊、如果你需要用function，反正你就定义一个function哈、啊，那各有它的优缺点，它各有它的用途了哈、啊，所以这两个是 VBA 的最基础，哦、啊，所以如果你这些熟的话了，未来你再做一些复杂的运算哈、啊，才有可能，不然的话你这些基本东西都不会哈、啊，更不要想说你要去做其他的应用了。其实用来用去都不拖这些东西啦，哦，所以真的，因为反正你再怎么处理啊，一定会重复去处理某些储存格，哦，那重复处理某些储存格，不外乎就 for 回圈，不外逻辑判断，不外乎就 sales， 哦，或 range， 大概就这些，顶多未来如果你有大量的工作表，哦，啊才是会有蓄值物件，如果你有大量工作簿呢，就会有 workbook 的物件。哦，类似像有这些，那它的概念其实也都是相同的了哈、哦。OK， 所以请各位哈、哦、先稍微试一下哈、哦，把刚刚的那个function哈、哦、如何制定函数部分呢，
再试着做做看哦。